大家好 ，S 车道今次就系介绍一架 Q 版消防车，咁今次就系呢个39米嘅旋转台反弹车，系啦，咁啊旋转啦，系啦，不过唔可以转得太多，如果唔系就好实啦，系啦，呢度已经转唔到咁滞，要好用力先得，咁啊随时断噶嘛都，系啦，陈列嘅啫真系，或者你回力车咁咯，系啦，唔好点样喐个云梯啦。咁啊，當然除咗呢個之外，當然可以伸縮啦。正常玩具車會做到，咁啊有個攬啦，咁啊可以咁樣轉嘅添。係啦，咁啊車牌就係 F508/502，係啦，咁啊消防都印曬啦，咁啲間條啊、間條警告示、警告作用啦、啊、L39，係啦。咁好，今次嘅車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